好，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汾河湾》，表演者刘春山、刘哲，有请。好，谢谢咱们天津各位亲爱的父老乡亲那么热情的掌声，谢谢大家。确实是刚才这个李鹤彪、张子健演得非常好，没错。我看那节目确实观众哗哗大笑，特别热情。我在后边看我也乐，是吗？确实，你说李鹤彪长多帅呀、这大翻鼻孔长得，他长得帅，你不亏心呢？对，您长得也帅，哎，我看你们德云社人个个都帅气，是吗？您是叫刘吉是吧？哎，我，我怎么刘吉呢？我不是刘吉吗？不是吉祥，你给吉天宇捧过哏？对，字幕打着表演者吉天宇刘吉，吉祥的吉。你们家电视是不是缺板拉呀？缺什么呀？我俩啊，溜俩吉，哎，溜二吉，溜溜那个对儿吉，还对儿吉，溜double吉，溜吉吉，吉吉子。我还得乘风破浪去吧。你到底叫什么？俩吉搁一块儿，这字念哲。那你们瞎起名字吗？什么叫瞎起名字？你能叫刘哲吗？我怎么不能叫刘哲呀？那我请问你，你折得上吗？我当，这都不是人类沟通的语言，这怎么人有能折上的吗？人就能折上啊？这不瞎说吗？哎，老师，您跟我学个动作行吗？啊，行啊。我怎么做您怎么做、可以，来，一二三，这会折起来。起来，我折不了，我要是折，我在台上我就炸了。刘哲，哎，是我名德云社著名演员，也谈不上，很喜欢你们相声，是吗？但为什么认错？你得谅解我啊！您说清楚，我是唱戏的，哦，戏曲工作者。你看现在说的好听啊，戏曲工作者，戏曲演员，没错，这是现在新社会的说法。哦，搁到旧社会都管我们叫戏子。啊，对，嗯，老话说的好吗？啊，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刘老师，哎，您说这话太无情了吧？哎，你这人啊，怎么着怎么着，不吃别骂死行不行？互相捧着点哦，那都是文艺工作者嘛。好，那您是唱什么剧种的呀？真不了解我，不太知道。告诉您吧，哎，我是唱河北梆子的。哎呀，看。哎呦我天哪！明白了，您是唱河北梆子的是吧？啊嘛，那边给我打个120吧。干嘛呀？脸上狗屁呲一下。哎，怎么说话呢？就刚您唱河北，哎，河北梆子。那您就是咱们天津梆子团的？不，我不在咱们天津唱。那您在哪儿唱？我久居西藏。哦，人家在西藏。那西藏听河北梆子吗？都听，那边都爱听。人家那边藏民听高兴了，给我脖子上挂那个海带。哦，只要吸得累就那打海带。海带，哎呦，那带鱼不给您挂两条，多腥气啊！废话，那海带就不腥气了，就那布条那个，就那个白布条、红布条那个海带、啊。哈达，叫什么？哈达，哈达，海带啊，多音字。哎。嗯，中国字、是多音字吗？不是吗？不是，咱就挂那玩意儿，咱唱的好吗？人尊敬咱吗？哦，尊敬您，啊，那太好了。那今天您有时间没有？什么意思啊？哎呦，您要有时间，我是今天想在这儿跟您唱一回，听我唱戏啊，听您唱戏，听我唱戏，我跟谁唱啊？我跟您唱啊。你不唱唱，你说相声你会唱梆子啊？我这会呀、啊，我唱了一出两出。您确实会学小梆子，你行啊你啊。你见过300斤的小梆子？行行，您就会唱梆子不容易，是不是？行，那你挑出戏吧，咱给各位展示展示。我您这专业的，我业余的，你就因为我专业会的多，才让你挑的。我挑啊，行嘞，那我就挑我会的了。行，咱们来一出这个《汾河湾》怎么样？《汾河湾》这戏挺大的，哎，挑哪折？啊，咱们挑闹窑。行了，分分角色吧，好不好？我演谁？两个主要人物，嗯，一个薛仁贵，一个柳银环啊。我来这个薛仁贵，您来这个柳银环。我来那旦角。哎，对，你怎么知道我唱旦角的？我这蒙的吗？这不看我身材看出来了是吧？哎呦呦，看我天然大双眼皮看出来的是吧？你不亏心呐、啊？你这眼皮不去年刚拉的吗？别抛这个，别抛这个，就是眼大就显、咱们媚气，我、还媚气。旦角啊，演旦角。你这是薛仁贵，对，我这柳银环，没错，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哎，这俩人什么关系？夫妻，两口子啊。
这哎，岁数不小了，你还学会靠人了？你咋这玩意儿？我这不咱两口子亲热亲热？谁跟你亲热亲热呀？说好了啊，两口子是两口子，怎么着？就谈上这一会儿啊？那可不嘛。下台我不跟你回家啊？哎，对你跟我走，我也不要你、啊。没地儿更登记去，行，咱找个场地吧。哎，您帮忙搭搭桌子，就在这儿唱。哎，分分前后台。走走走。哎，桌子前面为前台，后边为后台，这边上场门，这边下场门。哦，可以可以可以。嗯嗯，那个还需要什么东西吗？啊，还得搬把凳子。啊，那去，我去搬去。别别，我去，我腿长，我去，我都熟，我快。老师，我去，老师，我腿长，我去吧，我去吧，我去吧。哎，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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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是漂亮，说相太实在了，这。就这鲁人就欠这么治他。行，你那也来了。哎，把我穿那个装过拿来。哎，什么东西？我那装过。装过、啊、这会儿别穿呢。什么时候？等您彻底咽气了再穿呢。你说那不寿衣吗？废话，唱戏那袍子花花绿绿的，那大腰带那个，这还大腰带，那叫装过呀、啊、那叫行头。哦、啊、你们天津叫这名字？对，全国都叫这名字。行行，听你的。嗯，你把我那行头拿来。这说话别走小辙，行头不行、啊、大音。你把行头拿来。行头没有？有什么？我这里有裤头。这这不广东小老板吗？这不全是怎么着？行头与衣服啊，这没有没有、啊、穿着大褂素身唱那不行啊。这俩人往这一站，一会儿混了，对吧？我以为我演男的，你演女的，跟这大胖娘们一样。是咱这谁大胖娘们？我化化妆。您捯饬捯饬。各位等我一会儿，我化妆化成女的、哎，区分角色。行，好嘞好嘞好嘞，这个要求还真不算过分。为什么呀？待会儿有这个舞台调度，这个哪个是男哪个是女，您各位看着不乱。老话说得好吗？人凭衣服马平安，西湖景配洋片，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您再瞧那就漂亮了。您看我们这位燕子。害怕还害怕。各位好看吗？你看黑猫警长的对头一只耳，你看没？没露出来，没露出来，没露出来，没露出来。行行，就这意思吧。哎，来来，归后台吧。归上场门。好嘞，好嘞。您先叫，你叫吧。啊不，您先叫，你叫吧。就该您先叫。我叫，哎，那我叫。给我们来个粗柳木去。来爆两样，来个啥行行行行行，来什么呀？来啊！我让您叫是叫菜、啊，你让我叫吧，叫板娘。哦，那叫叫板，那叫吧。净说外行话，让人笑话。走，后边听来。还赖我了，你看。板，板，你，来，去去去，面子输了。板面，我让您叫板，就光喊板这字儿。你让我叫板啊？不，叫板您得有词儿啊。什么词儿？丁山儿该来了。哦，打这句开始。可不嘛。你告诉我了吗？你光说闹摇这折，我这从哪儿开始？你说了吗？外行，走，后边请，走来。我又是外行。丁山儿该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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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来了来来来来来来，赶紧躺那儿吧，躺那儿吧，躺那儿吧，等你躺那儿我们好摆花圈。去去去，我死了怎么的？废话，什么我说这句您就这么干不呲咧的呀？这不是词儿吗？你得有韵。我怎么着？你得有韵啊。你抽血得呀。什么毛病？这哪儿我就有韵，刚吃两口子我就有韵。这有过程，谁跟你有那个倒霉的过程啊？你让我有孕干嘛呀？您误会了，不是怀孕。什么孕？细孕。那你说细孕就是外行话。走，后边走来。哎呦呦，来细孕啊。走。冰山
远山的呼唤是吗？您这个这不有韵吗？不对，戏韵不是这么唱。那什么味儿？得这样唱。怎么唱？丁山儿哦该来了。哦我看你们谁敢再鼓掌。行了啊，你你不照顾老乡，你照顾外地人是吧？我们俩唱一模一样，给他鼓掌不给我鼓掌是吧？你哪只耳朵听咱俩唱一模一样了？差不多嘛，差远了。按你那个，按我，我也会。按你那，走走，来来来。冰山儿哟，该来了啊！闹猫呢？哎。你打我干嘛？我怎么没打死你呢？凭什么打我？你老往后跑什么呀？啊，前边有套狗的是吗？咱俩头一次合作，得对对词儿啊。都那老词儿有什么可对的？不，今天我们几句唱吗？一共就四句。对对，四句唱嘛。头一句词是这个：我弟儿汾河湾前去打雁。哎，你跟我词儿一样，全国都一样啊。第二句词是这个：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哎，行行行，这就快啊。他显摆他会，一会儿我唱就不新鲜。他不说出来了吗？人家显摆。第三句是这个，第三句我改词儿，第三句我改词儿。我想起什么事儿啊？他们德云五队总上热搜，对，哎，不是好事儿，不不火火不火跟我没关系，别提这个。我跟你按那老词儿唱，老词儿，蒋生儿且坐在窑门以外。幸亏咱俩对对吧？啊，你说这是第四句，这是三句，四句，三句，四句，三句。那四句是？妈，他一句都不会。你都说那么多，你说出来。等我儿他回来，好把饭餐。餐是什么意思？餐就是吃，吃餐一个意思啊。这是第四句。哎，第五句是？出门你让卡车怼死。有这句吗？有第五句吗？就四句。会了。笑场受了没？丁山儿哟，该来了。嗷！还没生出来呢。抬抬抬抬，领抬领抬，大旗大抬。当铃儿等，当铃儿等，当铃儿等，当铃儿等。不是，提个头，提个头，那么多词儿。我的儿，哎，他的儿。怎么感觉吃亏了呢？我的儿啊，汾河湾前去打雁，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将身儿我坐之在窑门以里。外边嘿嘿也得唱吧。黑夜的窗外边儿，等我的儿一个俩仨。你下猪崽儿呢？甩签儿。那是哪一呀？嘿，他到来好把饭吃。吃？餐？吃餐一样，就得唱餐啊！餐啊，吃餐吃吃西餐。没模样还唱吃西餐呢？打家伙吧！好嘞。马来得得得得令得令令得大起大得等你个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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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冷等你个冷的等的冷等你个冷的等许个冷等你个冷等你个冷等你个冷个冷等你个冷的等的冷等你个冷的等等许等你个冷等你个冷等你个冷个冷大又打我你总这么拉
我怎么张嘴呀？刘老师，嗯，我一拉你就张嘴。哎呀，要不我拉完你张嘴？什么乱七八糟？什么意思？我不给您信号了吗？打住！这是打住啊！我误会了，您以为呢？拉七遍，就一遍，一遍，我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当里根啷的当，薛仁贵做事太断简单，射死了万通啊，命然黄啊全。他的福相娇儿难得见，妈谁家小老等等啊你这。他的母相娇儿不得团那圆。当个啷个里个当，今儿个外边冷不冷？不冷。正催呀妈来用木看，见一大嫂坐摇钱甩凳里安，下了马见了大嫂里当见，大嫂请来见礼。讨厌、啊！又打我，又打我！我怎那么讨厌？你干嘛呢？你干嘛呢？我给你见礼呢。我以为我打扮那么漂亮，你调戏我呢吗？我疯了！你见礼我怎么着？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大路不走，失礼着位。这句早就会。哎啊，还礼！哎呦我去！啊，还礼！哎呦你！意思我先见礼、哦，先见礼，来。大嫂请来见礼啊，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大路不走，十里着为何？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天津市。你差点闪死我。这是怎么了？天津市干嘛？直辖市啊。龙门郡。你们这改了？没改吧？没改。没改这是哪儿？天津市。那么你错了吗？对不对？非得给我搅和乱。什么意思？戏词儿龙门郡。哦，戏词儿龙门郡。哎。啊，龙门郡。我去。啊，龙。来来来，一起去爬山吧。推不下去，我弹回来，我崩死你。腿不动算了吧，先见礼对吧？先见礼，见礼。大嫂请来见礼啊，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在大路不走，十里着为何？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龙门郡。啊，此庄呢？德云社。哎，不抬杠，大王庄。哪儿？大王庄。当着的河东啊。是本乡本土啊，不是啊，完全不是。新一词儿大王庄，新词当啊，大王庄。早晚跟你离婚，我还不想跟你过。什么意思？先见礼对吧？先见礼，先见礼。大嫂，请来见礼啊！还礼还礼，这一军爷们打了不走，十里着为何？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龙门郡。啊，此庄呢？大王庄。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啊？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都不认识啊？不是，有名的便知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啊。那有都认识了，还怎么着？我换词儿不行，我两词儿都颠倒了，什么意思？你得这样，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但不知君爷问的是哪一？我们俩怎么换个了？过去吧你，摔死我，摔死我，早晚摔死你。怎么着？有名便知吗？有名的便知啊，有名。等等。等会儿，我作为一个专业演员跟你说说戏啊。啊，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得先给我见礼。来，这事彻底给打惊了。大嫂请来见礼啊，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大路不走，十里着为何？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龙门郡。啊，此庄呢？大王庄。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有名便知，无名的不晓啊。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那么这问题是哪一家呢？正是那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世英呐，还啊！你问的是他？哎，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的，您这是柳银环成胡成奎了。
世界很酷。